He's the Joe Rogan of Taiwan. He's got a foul mouth, and it's aimed 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 I went to Taiwan to meet the famous Kuan Chang face to face. So you've been a gangster, a Marine, a businessman, an MMA fighter. Why did you decide to start a YouTube channel? 我是很早就在进行 YouTube， 但是那时候没有很重视，就是把我一些健身房的教学，或者说教练身体打拳的这一个影片放上去。我并没有一开始并没有全力的去经营 YouTube， 那到后期才经营的，因为中间有很多的 FB 直播平台、 Twitch 直播平台。 到金刚直播平台，后来因为中共打压嘛，这些平台都消失掉，才剩下 YouTube，所以是后来才回来经营 YouTube 这样子。Well, so what made you want to talk about politics in particular?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非常热衷政治，在很多节目上，甚至每天的新闻上，有一半以上，现在是一半以上了，全部都是政治新闻。所以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也会从社会的这些他们所 这些社会发生的事情开始谈，但是其实我本来是在谈社会一些弱势，开始谈，其实你会发现什么事情都是政治，所以后来才慢慢往政治方面靠拢，然后开始在谈政治这样子。So over the summer, you and legislator Huang Guoqiang led a protest against red media in Taiwan. Why was that an important issue for you? 因为台湾在2018的选战，在这一年里面。 其实我也察觉到了啦，他们的影响力很大。媒体一直到2019年这前半年6月份之前，你去看他们的报道，非常的夸张，而且也报我。重点是他们报我报的是相反的，也有开始反韩国语，所以他们的新闻就会开始放出我非常多负面，而且是乱解不好的这些报道来针对我。 甚至针对很多台湾的一些年轻的领袖，甚至一些台湾的一些有在做事的，像黄国昌立法委员，所以我才影响很大，我才出来说一定要赶快要改正哦，要把这个洗脑的媒体赶出去台湾。因为其实台湾的很多的老人家，他们不会分辨是与非，他们看的都是红媒的新闻，看着看着，他们就觉得中国是伟大的，他们就觉得中共是美好的。 他们觉得台湾应该跟中国统一，所以基于这个道理，我出来一定要赶快办一个游行，或者说赶快办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提醒台湾人，这是不对的。So what can Taiwan do about red media? 我觉得第一个要改变的是 NCC， 我们一个管理媒体的一个单位，他们非常的不公正，而且毫无作为。中共一年他拿了好几亿。 甚至是人民币，折台币是台币可能数十亿的一个金元来支持台湾的红媒媒体继续报道，所以对他们根本是没有任何的差别，你懂我意思吗 ？NCC 开罚10万块、25万块，那不就等于是说我们脚拔一根毛起来，它根本不痛，它依然还做在做它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它应该早就要把它的执照取消。 如果今天它是一个台湾，但是台湾却没有这么做，而且我们的反渗透法这一次的反渗透法也没有人去规定，哦，没有人去错媒体的管制。其实种种的原因还是出现在国民党。你看我们这次反渗透，国民党多少人出来说不？新党，其他的党派除了民进党、跟激进激进实力这些小党、大党的，还有这些挺中的，他们都在说，哎呀。 你这个东西，哦，会让台湾会变成像共产主义一样，绿色共产主义，哦，那这个非常夸张。他们所以，当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家的时候，就有一群人，中共的代理人，哦，像国民党，他们这些人就跳出来说，你这个东西，像是新党的邱毅，我也跟他吵架，像是其他的政党，这些比较偏中，我就跳出来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一个不自由。 不民主的表现，所以他们这些人在拿着自由打自由啊，拿了你自由，就 K 你自由，拿了自由在扰乱你自由，所以
你可以看得出来，台湾为什么到现在这种红媒的事情还没有办法反，就是因为他们跳出来去阻挡、去阻止这些东西嘛。对，是这样。You were in a triad when you were younger. What are these gangs' connection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那其实台湾最著名的就是统促党嘛，统促党就是台湾黑帮，台湾黑帮所成立的一个，因为统促党它的前身是竹联帮，竹联帮它的前身就是外省，就是所谓的中国大陆，早期中国大陆过来的外省人，所以他们对中国大陆有一个情怀，有一个爱，认为中国大陆才是他们的祖国，他们的家，加上黑道嘛，总是利益本位放第一个。但是不是台湾所有的黑道都是这样哦？台湾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地下势力黑道是支持自由民主，是支持民进党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应该这样讲，有不像香港这么夸张啦。我们台湾是某一些特定的人的黑社会，他去支持中共，并不是所有的黑社会都在支持中共。而且台湾人的情怀也不会支持。哦，台湾的黑帮是讲难听一点是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各自有各自的山头，各自像台湾选票吧，也有很多人投给民进党啊，很多黑帮都投给民进党。但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白朗，就是同住党。那他们现在卡了很多案子嘛，哦，他们现在反渗透法，他们也是在侦办他们嘛。所以我觉得这台湾黑帮跟大陆，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像香港一样啦。哦，因为香港人不一样了。我那时候香港发生这件事情，地铁打人的事情，如果今天发生在台湾，我跟你保证，今天他们一群人来打过去，一个小时之后被我们整群人打回去。台湾人就是这样，台湾人在叫人会很快的，集结人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你看我们台湾的社运活动，集结人数是非常快的。你可以问一下台湾人，在街头吵架，大家都电话拿起来，就人就来了。哦，那如果今天是他们有他们的立场，你 K 到我的朋友 ，K 到我的人。我不管你是什么政党什么，我们一定要逃。台湾人的个性是这样，所以黑帮他们用黑帮控制台湾，在台湾行不通啊。台湾太多的帮派，太多，一条巷子就是一个 game， 一条巷子就是一个帮派，一条巷子就是一个帮派。很多人根本没有在管理大帮大派，他在这边啊，他在这个巷子啊，他就是流氓啊，他就是聚众，就是十几个、二十个啊。所以我觉得中共对台湾黑帮控制跟或是说他要利用黑帮来巩固台湾，那对付台湾的谁没有用。台湾是一个法治国家，台湾的警察也是非常的强。So I know there are people who say that, you know, China is so big and powerful and Taiwan is tiny and weak that there's no way Taiwan can fight against China. Do you agree with that? 我觉得人的命都只有一条啦，我觉得我们是防，我们是不是攻嘛。那我也受过军事教育，哦，那我们也从古时候到现在的军事教育教导我们，你今天要去攻打一个国家的时候，你是要十倍的兵力，是准备去牺牲哦，牺牲哦，是可能你要打台湾，可能要死掉上百万人的中国人，也许中国人有十四亿人口很多，但是他们可以承受战争的结果吗？我认为中共以我在看，他们就是一个外表包装一个非常。军事力量好像很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实质它跟台湾是一样的，它不像美国，不像一些中东国家或是一些世界联合国这些军队，他们还有一直在实战。中国跟我们都是同一个角度，我们一样，从二战，从金门八二三之后，我们就没有再打仗了。两边的军事实力，两边都一样，都没有上过战场。哦，两边都一样。那如果今天他们要来打，我相信。他们也是久训未战，我们也是久训未战。再加上两岸人民其实互通有无的很多，都有在来往。他们可以承受，那我们就来打。我们今天台湾还是有主战的啦，还是台湾的人以前受过军事教育的非常多。那接下来他们的后果，他们可以承担，他们可以拿下台湾，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轻松。他们拿下台湾的同时，也许会使中国的经济倒退二三十年。也许会摧毁掉中共政权啊，你在打仗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嘛？外国介入啊，地方势力啊，是不是？人道组织大家的关注啊，对不对？就像美国这么强，他们也不是打谁就打谁，一定要理由，也不可能这样打。
所以说中国它跟全世界做生意，现在是一个地球村，它也许打我们很好打，但是它也要有所牺牲、啊、而且它要损失的比台湾人更多，我觉得啦，它损失的一定比台湾人更多更大。你把台湾人20,000,000人打光了，那你大陆剩下什么？你大陆不会因此受影响吗？你派过来这些军事设备、军事设施，你不是用钱打的吗？你一样要会有很多的经费、很多的钱。这些100万可能会死100多万人，他们的家人呢，可能是数百万人。那这些人不是人吗？所以我觉得中共要打台湾，永远都只能用讲的，因为我们也是华人，我们也了解华人的文化。哦，恐吓很会讲，实作。你看他们从以前到现在讲了多少次严重抗议，讲了多少次要打台湾，什么时候打？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后果，他们是无法承受的。更何况中国就是一个空心国家，空心国家就是代表什么？他的经济看起来好像很好，当然实质上不好，因为他的穷困人口数太高了，他的人民均所得也不高，是官当里面的官。才会有钱，才是当有钱人。他们中国的有钱人就是官员。你在中国做商人不一定会有钱，你做商人很有钱，你可能明天也会入狱，随时你只要得罪官，你随时都入狱。他们的一个概念，我是把钱放在你那里，我不是给你，我随时可以拿回来，甚至你的人身自由安全，我都可以随时拿回来到我的手上。这样的国家，他要跟我们这么自由民主这么久的国家打仗，那就来打，可以试试看。台湾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孬种，至少我就不是，对不对？死亡只是片刻的事情。如果他们永远这样威胁，那你可以来试试看。我们台湾人也没在怕、啊，不然我们台湾人为什么有军队？不然我们不断的向美国购买这些军事设施干什么？我们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啊。那如果你觉得你打得下，你可以打打看，不要每次恐吓台湾。我也可以一样句话，你有本事你就来打。这是我们台湾一部分的，我不敢代表大部分台湾人，但是我觉得代表一部分台湾人，你可以打打看，你不要给我恐吓，你来打，我们也可以打回去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吧，那你试试看嘛，我相信啊，双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损失啊，对不对？但是不要欺负台湾人，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没有办法接受，哦，没有办法接受。我相信到了台湾生死存亡一瞬间，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只要给他武器，不像香港，香港人只有雨伞。防毒面具、安全帽，他们打过来了，他们手无寸铁。台湾人不是香港人呢，台湾人超过几百万人受过军事教育，你可以试试看，没有关系，你可以试试看。对，台湾人不惹人，但是你惹我们的时候，我们以死相拼，我可以跟你换，没有关系，可以试试看。What would you like to see the United States do to support Taiwan？ 我觉得实质最实质的东西。我觉得美国，我希望最实质的东西，美国可以其实台湾可以取代大陆吗？当供应链，我觉得虽然是经济，是两边的贸易合作。你今天你中国跟美国合作，跟台湾跟美国合作，事实上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台湾制造，包含现在中国很多大厂是台湾的技术迁移过去，大陆才有这个技术，不是大陆本身有这个技术，大陆最爱窃取人家的技术。包含窃取我们台湾人的技术，我们台湾人的科技产业在台湾名列前茅嘛，是前几名嘛。我觉得不管是制造业或者传统产业 ，anyway， 任何的制造业，台湾跟美国的交易要越来越盛行，让我们是变成现在我们出口大陆40%嘛，我们唇齿相依嘛，所以他们才一直恐吓我们用经济用。但是未来如果是台湾本身走向国际，或者说一些。不管是美国还是美国帮助我们加入整个日本、韩国，亦或是整个欧美的这个贸易组织内，我觉得对台湾才是最实质帮助的，因为我们不用再我们让大陆的进出口一直减少，我们开始台湾行销到世界各国去，哦，那中国一定会阻挡，一定会阻挡嘛，那我希望美国可以在这个方面可以让台湾人赚，让台湾人不要依存大陆，所以经济应该靠往美国。我们应该做一个贸易协定，我们应该开始跟美国进行大量的进出口贸易，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其实台湾这些老人家最害怕就是经济嘛 ，no money， 没有钱。如果这一点我们可以，我们就可以跟老人家讲嘛。我们，你说经济靠中国 ？No， 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子做，我们现在主要是跟外国，
跟美国、跟世界各国做，我们不用去屈于中国，因为中国是用，中国是用一个道理，要打台湾的代价太大，所以他们宁愿花钱买台湾，买你里面的人，买你的商人，买你的艺人，买你的生意，买你的政府，买你的政党，一颗飞弹，几颗飞，一颗飞弹就可能几百万了。他打台湾要几百颗飞弹，要好几亿，甚至百亿上兆，但是买台湾不用嘛，我慢慢几亿几亿出去嘛，是这样子嘛。所以我觉得美国要帮助台湾，不是用军事上啦，军事上我觉得都，这都讲太远哦，也不一定战事会发生嘛。但是经济上，就是台湾人是一个制造产业哦，生活这个产业水准链很高，我们可以。大陆可以做，我们都可以做，甚至做得比他们更好。所以我觉得最当务之急、最先要之急，就是希望美国可以跟我们达成。我们最近不是有在谈的吗？那个贸易协定，我觉得是赶快进入大家都要赚钱的一个思维啦，会对台湾会比较好一点，不要再依存大陆，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会改变，哇，台湾又是走向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就不会有那种国民党的人永远都说。啊！你们不靠大陆该怎么办啊？靠大不靠大陆，台湾人就灭亡了、啊；不靠大陆，台湾人就没饭吃啊！不靠大 ，no， 我们要改变这个事情。Have you faced any attacks for criticiz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生意受到影响，利益就是签约金啊，工商的次数几乎近趋于零。损失大不大？损失很大，每个月要损失几千万，但是我不在乎，所以我现在开始积极在台湾找很多的商品自己做，然后。贩卖，然后我这样也这样也只是很快乐啊，不一定一定要受到中共的管制啊，对不对？那你说五毛，你说对我有什么影响？哦，就是很多人骂我、啊，就越来越多他们的网军会在 FB， 会在 YouTube， 甚至说要杀我全家、强奸我妈妈之类的哦。那我也不示弱啦，我也在直播上面，我也狠狠的回击了他们很多次，骂到他们是哑口无言，所以我觉得很公平。你骂我骂你嘛，但是他们打字的速度没有我讲话的速度快嘛，他们字还没打完就被我他妈祖宗十八代操了一遍，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带给我观众群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主要因素。有时候没什么事情可以聊的时候，就骂骂五毛当做消遣，大家开开心心度过一个晚上，不是很好？所以你自己命贱来找我，他们不是对我没有什么招，他们应该，我骂完之后，他们应该会回家哭泣找妈妈，所以他们的影响比较大，我的影响反倒还少，还好，还好。Do people think you're anti-China? 是啊 ，Yeah， 没有错，对，超级反中，不是反中国啦，反中共啊，希望中共政权去死，希望中国大陆未来每一个人也可以选举，选出自己所要的人，可以立定合乎这个世道要的法律，这才是最重要的嘛。中国14亿人口，如果你看它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它会发展的有多快？对不对？它发展不快，就是因为中共。So what made you change your mind about the CCP？ 习近平发表那个演说，说九二共识没有 ，no， 台湾国民党一直在九二共识，没有九二共识，只有一个中国，哦，没有和平，不排除武力统一台湾，他讲过，不排除武力统一台湾，他在。2019年发表的嘛，哦，再来，他说没有所谓的什么字什么字，只有一国两制，顶多就是做到一国两制。那一国两制，他讲完这个话之后，没多久就香港就开始。所以，我们看到他讲出来的话，跟香港发出来的事情，再来断交，我断交我不会去责怪我们的总统，我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让我们断七个国家，你觉得这是在这次选战，让国民党拿来骂？你看马英九也骂，你看这么多的国民党都骂说：“哎呦，这四年你丢掉了七个国家。” No， 这个不是他的问题，这是他妈的中共的问题啊！所以我也决定要反共啊！你再断嘛，再来军机绕台，军舰绕台，他们的国家军力已经。威胁我们，动不动就派飞机飞来飞去在我们上面。那这一步一步包含的这些中共网民，我在做直播的时候跟他们还不错的时候，
但是他们给我一个讯息，永远都在辱骂台湾人，永远都在说你不是一个国家，你只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然而中国一点都不能少，我们不能少了你，你也不能独立，我们也不能讲中华民国，我们也不能讲台湾，不然就会被他们骂说我们是台独分子。OK，Anyway， 习近平讲完话之后，他的意思是，只要你今天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你就是台独。那讲得很明确嘛，只要你今天一个中国，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你是说你中华民国，亦或是说台湾人，都不行，你就是台独分子。台独分子就是必诛之，就是要死啊，要杀、啊，要杀掉的。那 OK， 那我当然是就反了嘛，对不对？有本事你就把我们全杀了，对不对？不然你一步都别想踏过来。这是不只是我吧？我相信是一个正常台湾的一个脑袋比较正常的人都看得到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不反中呢？哦，那不反中的人，那这些政党不反中还偏中，那就很好玩嘛，那就是钱嘛，就是只有钱的嘛。所以说反中吗？是啊，没有错。So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could get Xi Jinping in the ring？ 做什么？揍他？做什么？我当然是揍他、啊，如果可以让我揍的话啦、欸、可以揍国家领导人多好、啊，对不对？一辈子的话都没有一次，是不是这样子 ？Can you show me how to get arms that big？ 我觉得只要有心都可以啦，只要有心，像美国人很多都是佼佼者。美国人在我们的gym里面，在我们的健身项目里面，无论是 power 的，就是健力的，还是健美的 body beauty 的，都是佼佼者。我觉得只要有心啦。有心练的话，只要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任何人都可以练得一副你非常满意的身材。只是人不要偷懒嘛，对不对？你只要持之以恒，你只要有耐心，你只要对这个东西爱它，你身体要塑造怎么样，你都可以、啊。运动是很直接的，你对它付出多少，它就会给你多少。对，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大家都要锻炼自己。大家都要锻炼自己，无论是外表上还是功能上，都有所差异啦。所以，希望各位就是多吃点蛋白质啊，多做点弯举啊，多勤跑健身啊，你就可以有一副很好的身材。How long until I'm as big as you？他说要做多久才像您大？差不多两三年吧。2 to 3 years. What?